是 Beyond Lin， 来自柔佛马来西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， 我是 Beyond 的先生。在我还没有服用凯利之前，我的腰之前打球受伤过，然后每次我运动的时候，运动过后打球过后，我的身体就会很酸痛，就是痛到那种你隔天起来上下床都很辛苦，脚很痛，总之就是全身你会觉得全身酸痛就对了。在李院的介绍下，我开始服用了这个阿巴后，当我运动回来之后一天里面，我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完全不同。在第二次我去打球打羽球运动的时候，我就再一次打完球之后，我就喝了这个阿巴后，然后在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还有一些肌肉酸痛的感觉，但是在李院的介绍下，我就吃了这个 MMM6000。 当我开始服用这两个的时候，每次我打完球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酸痛感都没有像之前那么厉害，那种疼痛感已经不像不能够走路的，就那种走路都觉得很辛苦的。当我服用了这两个产品之后，我可以感觉到整个人轻松很多，所以现在我也能够很放心的去运动打我喜欢的球，因为我有了这两样产品。感谢凯利能够研发出这么好的产品，我爱凯利，感恩凯利，谢谢凯利，有你真好。